下面将听到的是由丹尼斯雷创作的交响，这是根据巴赫时代的古典曲目而改编的变身音乐，它们使这首有鲜明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摇滚出现代音乐的风格。 Next song is called Huo Guo, Sichuan de Huo Guo.